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哥开箱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华为畅享10 Plus 独领风骚的光学变色设计，幻夜黑凸显静谧深邃，6.59英寸全视屏能够带来传统5.5英寸手机的舒适握感，盈盈一握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果然南哥又露出了他标志性的笑容，嘴角的弧线无不彰显着这次搞机的愉悦。说啥呢，我可是正经人。华为畅享10 Plus 前置采用1600万像素可升降摄像头，可以扶眼镜充当解压工具，起起落落，南哥充满了兴趣，可以买一个给女朋友玩一玩。华为畅享10 Plus 采用了4000毫安大容量电池，可以保障用户连续40个小时通话，连续看9个小时视频，连续玩9小时游戏，连续通过浏览器上网14小时。让我们来看视频测试一下吧。连续看9个小时那种视频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台华为畅享10呢，新添加了一个 WLAN 的信号条，只要有一台手机连到了 WiFi 上，就可以给多台手机同时共享 WiFi 的信号。那具体有什么用处呢？期待你来发现哟。好了，本期的南哥开箱就到这里，点点关注不迷路。